师傅走。嗯，好，走走走走。大卫走，来吃碗香哦，香菇卤粥。谢谢陈姨，不客气，来来来。陈姨啊，小蝶呢？哦，还没有看到人哎。这样啊，那我去叫他起床，顺便把粥端进给他吃。你没事叫什么进去啊？哎呀，老板你不懂啦，这叫做温馨的早餐，而且你孩子啊，在床上等到一个哇温温暖暖的那个香菇肉粥，你知道那是多幸福的感觉吗？电视都是这样演的啦。嘴巴甜一点，多献点殷勤，体贴一点，这样做就对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赶快端进去。成天就知道谈恋爱，不知长进。年轻人嘛，到这地方来，什么不学，就都学这些东西。爸，一早上来都去念啊念，在念什么呀？没有没有，来，拿这个漂亮花干嘛？送谁啊？这是瑞克送给我的，我就想说拿上来楼上摆呀、啊。毕竟啊，自从呢我嫁到楼下去之后，这楼上就少了一个人比花娇的美人，所以呢我就弄一些女人味来弥补一下。来来，闻一下，哦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其实屋子里有点香气啊，整个空间感都不一样，而且好清爽。真的哦。对呀、啊。还是女人贴心啊，懂得生活情趣。老板，你真的很幸福，有女儿真的好棒。来来来，吃碗香菇肉粥。那个阿娟姨啊，这香菇肉粥就是咸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呦，说起咸粥啊，我婆婆的手艺可是一等一的哦。我恐怕你这一锅粥可能会背不下去呢。你这是要我吃的意思吗？嗯嗯嗯嗯嗯，吃了啊。我的妈呀，这香菇肉粥就好像让我走进维也纳森林一般，这么的清新，这么的清爽。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决定了，我要下楼去。没，你这吃的好好的，你干嘛跑了？爸，你不懂，这种上等的好货，我当然叫我老公一起来吃了。不要再拦我了，我先下去。对，去。你看看，这女儿嫁人那就是别人的，一心就向着老公。这样子也蛮不错的，而且瑞克对她也不错啊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各单位请注意，各单位请注意，目标已锁定，嫌犯陈小林在正前方四处。陈小林。给你最后的机会，要不然我们就要全力攻坚，就地正法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站！你很烦呢。哎，陈强林。你不要嫌大哥烦啊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哎，你每天这样子赖床，你知不知道你浪费多少时间啊？啊，要是你的生命啊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，像你大哥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啊，他生命只剩下60个早晨，他每天一觉醒来就减少到一次看太阳的机会，
所以对他而言啊，把握每分每秒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能够了解吗？你能够体会这种感觉吗？增强你，人生无常啊，要把握当下。还不行，你这样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自己浪费了一生。大哥，不行了，我认输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才刚跟婉婷姐结婚没多久，你该不会想多溜空门吧？你这样岂不是让人家守活寡吗？我不是啊，我哪？哎呀，你在这里要等着好久哦。婉婷姐，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？如果你早一点来的话，我就可以多赖床几分钟，不用莫名其妙一大早就被瑞对不是就被大哥在那边疲劳轰炸。在讲什么啦？你在啰嗦什么啊？瑞克大哥，你都搞不清楚了。婉婷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哎呦，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啦，赶快到楼上吃早餐。楼上？嗯哼，我跟你们讲哦，阿娟已煮了好好吃的香菇肉粥哦。香菇肉粥？婉婷姐，你要吸引人家上去吃早餐的话，应该也先吃那种干贝鲍鱼粥，或是鱼子酱沙拉船，比较有噱头的菜色。咸粥哪能煮的比妈还好吃的、啊、No, 不一样不一样，阿娟姨煮的香菇肉粥我连一吃都停不了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我可是假好康到小宝哦，我特地下来通知你们的。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啦。哎，你在啰嗦什么？到楼上吃吃看就知道啦。你啊，你赶快起床啊，去刷牙洗脸啊，快点啊，快点，赶快吃哦。